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前、后、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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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头摆正，现在头部向左转，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抬起来。现在再往右边看，走。一、二、三、四、五、这个网络看起来是又有问题了。大家请稍等啊，这个陈老。中心那个，咱把那个这个五群的那个，有不在那群里边，没有，我再给你发一次。了解一下中心的那个啥，你不行了，你把那个，你先把那个先放上去，你传着先。等着，我赶快联系。哦，行行，知道了。好，那个啥，辛苦辛苦，哎呀，真是这个网络回头得解决这个事。好，咱们做第二个，正对运动。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11、12、13、14。15、16、17、18、19、20，好，行。好，咱们再做一下手法运动啊，底缠走，一、二、
九十，好，把手展开，手指运动，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咱们抓交快一点啊，走，一、二。越大不能这个手越沉越好，好，嘎嘎嘎嘎，好，咱们甩甩手，放松，大家也放松。好，然后叉腰，再做个腰部运动，走，往右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再往左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咱们现在搬搬腿啊，搬搬左腿。因为就让你这个大神来看一看，什么是格局，什么是情怀，让你看清好，这怎么力挽狂澜的？好，再换换右腿。好，先把腿抬起来，一个手攀着外侧，一个手掰住脚尖，往上拉，拉拉筋骨。好。然后再掰住左脚尖，哎，年纪大的要靠点什么东西啊？陈老师，把你的麦克打一下。请按一下你的麦克风。声音都可以了。哎，好的，这回好了。好，掰个右脚。然后再放松放松两个腿啊，里外打，里外里外，好，走，你反正这样就是放松活动，
这个腿部一放松，整个腰部它都会从上到下都会往下放松。哎，做不好也没关系，做多了就这样啊。好，再做做这个脚的禅师。好，开始来，一禅，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先放松一会儿，然后再把右腿抬起来，右脚往里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放下，要这样先点了。先虚部点部，然后再抬腿，好，外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右腿，好，抬起来。外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好，咱们蹲下去啊，好，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好，再叉五腰，好，再蹲后脚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好。现在咱们还要拍打拍打这个，这个手放下也行，看，拍左边，右手拍左边啊，左胸左这个肩往里啊走。
两次。好，再慢慢走。吸个啊，吸个两声。好，咱们再一步，再来换一个方，左脚向左方面步，然后把手，好，往下深呼吸，一呼一吸，好，气通血通，百病无踪。来，通过呼吸，这个对五脏六腑起到了一种按摩的作用。所以大家要深呼吸、长呼吸，哎，这样是非常好的。有时候可以再往外打开一点，打开你的心胸，是吧？都已经好像都很开阔。很舒服的感觉。这个站桩在下面，有时间了可以多做几分钟啊。咱们在这上面咱们少做点，然后还有练习腿肌。好，然后咱们往下翻。
开掌，吸气，呼，开掌，吸气，呼，开掌，吸气。气道、手道，呼，哎，气道丹田，手的导丹，到这里，然后，肝掌，吸。再两次，收左部。好，现在咱们开始练这个太极起势金刚倒退。好，现在大家都做一个敬礼啊，一，放下。好，再做一次啊，敬礼，放下。好，咱们起势，一、二、三、四，金刚倒退，一，两手抬平，二，下按。三，点重心右移，两手左盘，盘里肩行，两个手都是弧形。好，然后手指向后，左脚里扣，右脚外开，同时点重心左移。身体向右转，然后渐渐放下来，身体下沉。好，然后是重心右移，同时提起左腿，渐渐里扣。好，五，向左斜方开步，身体要摆正。六。向前盘，左手，左手在左膝子上边，右手拉在右腿的上边。现在是左手，右腿一个向前上合住，右步右脚虚步，好，右手握拳。大拇指压四指，这个拳。好，然后右上左下放在肚脐下，然后跟着呼吸放松。好，然后再右手右腿提膝，正脚，哎，这个字写好了，不要动。好，然后再做。
好，起誓。一、二，左脚跟起来，脚尖着地。三，向左画半步。四，移重心，重心调整好。金刚倒背。一，排的时候要吸气。呼，左，向后转，右转，好，然后重心右移，提左腿，向左斜方开步。七，前横。八，上腹，上右虚腹，合手。右手握拳，右上左下，放松，左手握右拳，然后再起。对，哎，哎，好，哎，再做一遍啊！今天右边大家都应该记住了。好，起誓，一，下蹲，二。三、四，金刚倒背。哎，大家也要学一个动作，记一个名称，要记住。走，一，抬平，二，呼，呼下按。重心右移，两手左旁。四，反手。五，四呢？重心左移，两手右旁。好，然后右移重心。提腿，向左斜方开步，走，六向前爬，七上步，八握拳，气往下沉，再起，正。好，好，我先讲，我现在大家可以做啊。好，起誓，一、二、三、四。金刚倒退，一、二，下按，三、四，五，提腿，开步。六，右手不动，左手转腰向前横，左手不动，右手右腿
一刻向前上步，又变又虚步。好，右手握拳，右上左下，放松，起站。哎，好，咱们再来啊。起势，一、二、三、四，金刚宝队，一、二、三。四五开步，六前行，七上步合手，八握拳，右上左下放松，起站。好，这是导盘啊。啊，好好，那好，看看是那个李总，你看你们还讲什么，给大家讲一讲。好，哎，那是这样，你对吧，陈老师，你陈老师，你先休息一下，你再你休息啊，我这一身汗，一练都是一身汗。是这样，今天呢，我和大家好啊，这个这么早，也大家起来练，也都很辛苦啊，这是。这个今天呢，早上呢，我和一早我和这个陈大师呢，这个陈老师沟通了一下，因为考虑着什么情况，一个我们这边呢，这个时间呢，早上时间呢，这个好多人起不来，我们呢考虑着让更多人的这个能够就是说能更多的人呢能够就是受众面更宽一点，就更多人从这个学习这个受益呢，更多人参与。我们跟陈老师也沟通了，他根据他的经验呢，也说这个呢最好是放到这个晚上时间，就是我们这个就是加拿大的这边时间是晚上时间比较合适。这个他早上嘛早点起来辛苦点，也无所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考虑着我们一周啊搞两次呀，本来这个事是大家减轻压力，就是说缓解压力了，不能搞了学的太多了给大家有压力。考虑着还是一次。因为咱中心的活动很多，有些呢光语言有些都参加好几场学习，所以我认为这个不管学习什么都是应该轻松一点的，这个轻松一点的。所以说呢，我的建议是这样，就是说大家呢这个大家呢就是说充分考虑以后呢，就是把这个时间呢一周一次，调到什么时间呢，调到晚上的。就是周六晚上的上午，晚上的个八点半到九点半，每周只有这一次，就调整一次，两次调整一次，所以这周呢，周五那个取消，改到周六，从这周开始，下周呢就是每周就是周六晚上。加拿大东部时间就是多伦多时间，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时间的这个晚上，周六晚上的周六晚上的八点半到九点半，大家记住这个时间。到时候呢，今天通知了，也可能这个尽量不要靠别人通知，你们都记住这个时间。这周以后每周都是这个时间，因为这个疫情啊，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说到这块呢，我这个陈老师呢也表示能坚持给大家了，教尽量就是坚持给大家教，是这样。
所以说呢，咱就这样吧，大家都轻松一点。而且呢，交了一个试调以后，要反复的去练习。咱用录像也发到群里边，大家啊去练习，啊，就是现在给大家的通知一下，这周啊周五结束，取消啊，就改成周六，以后每周都是这个时间，就是陈氏太极，陈老师讲那个，改到周六的啊，周六的晚上8点半，再强调一遍到9点半，啊，这个时间。那就这样，我今天就说吧，这个还时间宝贵，这个陈大师怎么样？再给大家再交流学习一个多长时间？这个已经到9点9，还有十几分钟，20分钟不到。嗯、我交给陈老师。嗯，现在大家还有提什么问题吗？哎，李总，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提的、要说的吗？大家谁要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举手啊。好的，张。咱们练这个金刚脑队，提示金刚脑队，看看大家记住了没有？如果记住的话，下一节课咱们就要学新动作了。好的，下面请张这个提问。陈老师你好啊。你这个教的很好，就是那个背向演练呢，适当的多做几动。你正向的做完了以后，背向的，因为背向的话，我们跟你这个是方向是一致的，哎，所以多做几遍这个正向的基本动作掌握以后，背面多做几次，谢谢。好，可以，很好，嗯。好的，下面李总提问。哎呀，我不是提问的，我就开了，叫大家提问吧，让大家多提问。好的，下面看看大家谁有问题可以举手啊。我看看留言板上，管老师，你可以看留言板上对老师有啥提问，你可以看一下，我也看一下。有时候你，哎呦，13条留言了，我看是什么。这有人说这个太极拳太晚了会影响睡眠，是吗？太极拳太晚是吗？太极拳练得太晚的话会影响睡眠呢。啊，那就少练一会儿，好不好？嗯，好的。好。这里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里边呢，当时也考虑了太晚，因为咱放到早上的时候也考虑着，就是说晚上了大家练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这是学习的，不是这个是个学习的。说陈老师呢，我当时说能不能放到9点，晚上9点到10点，我说尽量也考虑大家的情况来。不要太晚，反正这陈老师辛苦一下，反正一周半才辛苦，就早上起来早一点，因为他这边还要配合视频呢，配合，所以说就是还是说我们的8点半到9点半这个时间应该是差不多吧，而且这个是学习，我认为是学习，不是说先把学习招式学会，你练了你可以早上啊，你中午练都可以，下午练都行，我考虑是这样，主要现在是咱这学到手，是这样。而且主要是晚上的考虑着我们的受众面更多一点，大家都能够参与，你早上呢很多人起不来，现在时间是这样，周六吧大家第二天都可以休息嘛，是这样，就晚点你就是9点半结束了，你再休息也就是缓一下，缓个一个小时，10点半一般的中老年人一般问题都不大，因为这边的练太极的基本就是中老年人还是占大多数的。所以说应该是中老年要说10点半以前休息应该是不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个事啊就是很难，就是说大家众口难调，也很难都满意。那行，那就按那个周日那个时间吧，反正大家都是吧，都辛苦一点就行了啊。对，就是周日的早上嘛，就这个周不是北京时间是周日的早上，北京时间周日的早上，8点半到9点半，你国内8点半到9点半，这个已经清楚了啊。
好的，下面请这个朱峰提问。啊，谢谢这个主持人和这个陈老师啊，你们这么辛苦，然后帮我们组织好这么样一个活动。就是刚才那个时间调整呢，我也非常这个赞成，因为两次变成一次呢，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就是自己在揣摩，同时呢也更好的去有自由的时间呢去调整自己的这种各方面动作啊、心态啊。就是说那个，因为放在星期六晚上呢，可能就是有些人呢、啊，譬如说就像我自己的话呢，我正好要送小孩啊，他要有时候有些私教的这种学习呀、啊，可能跟实际上面略微有点差异。这样的话呢，前半程可能赶不上，后半程正好能赶上。我就在这里呢，也再一次的呼吁，就是看组织者能不能每一次这个陈老师他教完了之后啊，因为像我这样的情况呢，可能会少数，也有可能有一些人就是赶得上一部分，赶不上一部分。那么把那个回放啊，每回组织者呢，把它整理了之后呢，就是每次的这个陈老师的回放能够放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不管赶不赶得上，都能够重新的看呐、啊，重新在自己私下练的时候，也正好能够把这个整个的全程能够把它都学好。谢谢啊，谢谢组织者，谢谢陈老师。好的，谢谢啊。这个我给解释一下啊。这个陈老师这个教的太极课呢，每一次教完之后呢，我们都把它整理放到这个平台帖子之后呢，发到各个群里头，希望大家这个注意在群里关注一下。好的，谢谢。下面请这个任风格女士提问。任风格，请打开你的麦克。哎，好的。谢谢陈老师，谢谢主持者。我现在呢就是两个问题，然后再说。一个就是现在陈老师教的这套招式的名称，全称叫什么？我想知道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开始学的这一套，因为它就是陈氏太极拳多少式啊，或者什么有个什么样的全称，我想知道一下。咱们学这个，是陈氏老驾一路。老驾一路，驾是驾驭的驾。对，上面一个家，底下一个母字嘛。马驾。是马吗？底下一个什么？老驾一路。那个驾驭的驾。上面是一个家姐的家，下面是一个母。马。木。是马吗？这个牟贵的牟。木子，木头的木，对，木头的木啊，木头的啊，老驾一路，好，谢谢，谢谢。你有没有可能，老师把这个，以前的视频或什么的，给我们一个全套的视频，让我们也有个纵观全观看一下，有没有可能？有这个我老家一路的事。如果有的话，能不能就是让我们有时候吧，也可以预习一下呀，或者是什么有个。可以放到群里面，大家都看一看。太好了，谢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每次我们练习以前都需要做一些热身动作？对，一定要热身运动。如果你刚开始一些接触，你看到太极拳，你看着很是吧，很柔软不费劲，但是叫你去直接去练的时候，你这个腿呀、这个关节呀、这个腰部有时候都会伤着，所以是一活动开，这个关节都热了，活动热了，是不是？然后再去练，这个效果都非常好。那老师，您每次也做热身吗？就是说，肯定啊，肯定热身运动，这全部都要做过，然后压腿，还要压腿，几方面，是吧？压腿是不是必要的？谢谢，不好意思啊，
我老插嘴。好，我的问题完了，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好的，下呀、啊，谢谢啊。下面请这个敏玲提问。敏玲，请打开你的麦克。啊、陈老师，非常感谢你今天教的这个，最近两周教的金刚倒坠，这个是陈氏太极当中非常重要的招式。那就是我想要了解具体的一个细节，就是在起势完以后，不是要往右重心往右移，然后这个手是往左，对吧？往左捧，对，左捧。那个左脚。左脚的那个是不是稍微要移动一点，然后那个重心是在倾向于四六的中心，四六的地方，还是主要是你在右边？重心在右。啊，重心在右，那个脚左脚要不要稍微要？我看你的左膝盖是有一个角度的。对，这个脚尖不动。这个膝盖要往外打，这就叫协调，因为你往左开了，你腿不可能是吧不动，哎，这个腿要跟着往外，跟着往左，但是这个左脚尖它是不往外开的，往右转的时候右脚尖要往右转，哎，这一点有点区别。那么就是如果重心往右转，左膝盖是同时往右开，是这个概念。然后应该说是那个胯应该要是右胯往下沉一点，左胯移动一下这种概念。左胯你看左胯要往下要松，为什么要松胯？是吧？你不能给它顶住。因为你们刚练的时候肯定不会松垮，不过你心里面现在就是有种意念意识，是吧？你先知道，哎，什么叫松垮？哎，到这里就是意识不是很顶，你先放松下来。刚开始可能做不好，你练些事，是吧？练个十天半月，它就会慢慢它就会好，是吧？现在这些问题都是。说是大问题也是小问题，你现在你心里面知道，你一转你觉得哦，我现在我就好像松垮了，有这种意念就行。哦，因为我不是上次说我的膝盖有点问题，我后来看了对比。今天的录像就放到这个位置，下个礼拜再见，谢谢大家。